玩乐三分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今天我们来玩厨房玩具。该做饭给谁吃呢？就做饭给小猪佩奇吃吧。先拿来一口铁锅，还有一把锅铲，开火。我们先来煎一份牛排，把生牛排放进去，开始煎牛排喽。把牛排翻个面，继续煎吧。好啦，牛排煎好喽，拿给小猪佩奇吃。哇，好好吃的牛排呀。接着我们给佩奇煎一个面包，把面包放进来，开始煎喽。把面包翻个面，面包煎好喽。佩奇来吃面包。哇，好香的面包。哦，我们还有两只虾，都煎给佩奇吃吧。一只虾，两只虾，开始煎喽。两只虾煎好了，拿给佩奇吃。哇，佩奇吃完了。佩奇还想吃鸡蛋呢，我们来给他做。一只鸡蛋，两只鸡蛋，三只鸡蛋，我们就慢慢等鸡蛋熟吧。好啦，鸡蛋熟喽，拿一只鸡蛋给佩奇吃吧。佩奇吃得好饱啊。小朋友们，吃完饭我们要洗碗啦。打开洗碗机，放入筷子，还有碗，第二个碗，还有铁锅，还有锅铲，关上洗碗机，开始洗碗喽。小朋友们，乐乐要去吃饭了，你们也要好好吃饭哦，拜拜。